台湾普利斯通集团为了回馈社会，在35周年纪念会中捐赠百条施压续跑胎给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让员警在执勤时更加顺利。因为捐献一批数量不少的一个数字100条，给我们警察局啊，在此特别的感谢，就代表了普利斯通的公益活动、社会的责任啊，都非常得到认同。所以在此祝福普利斯通35周年啊，能够带来业务一帆风顺。普利斯通以最高品质贡献并善尽社会责任，其新产品施压续跑胎赞助新竹县政府。这款轮胎在无胎压的情况下，可以继续以时速80公里的速度行驶80公里的距离，让执勤的员警提供更安全的驾驶配备。我们35年この新築の地で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けれども、これからもさらに発展し続け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だけれども一緒にサポートいただいているこの新築の地でこれからもやっ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引き続きごサポートの方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普利斯通事业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并在新竹县湖口工业区设厂，提供超过900个就业机会。国际大厂的高品质肯定，积极回馈社会。本次捐赠轮胎，让新竹县的治安又更进一步。